好久没见，六七年了吧。我不会发现我难受。我结婚了，怎么说出口？你呢？孩子倒是混。也不妈咪，嗯，你女儿。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，多大？五岁。牵牵手就算拥有，从前上我的门口。冷静点，慢慢说吧。啊，快把孩子打掉啊！你已经四年了，进去你房间有十几次了，跟我家人吃顿饭都可以突然跑去看人，我们家孩子家来也是这样，你明不明白？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在等我老公来接我，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。拜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，妈咪，我今年六岁了，对不起啊，妈咪说错了。我们还可以温柔，只是那种温柔，我不想再做卧底了。三年之后又三年，三年之后又三年，三年又三年，就快十年了，老大。朋友，抖音。